爸，我怕是明仔载会吵架，恁就讲，暂时你可以待完一阵嘛，看妈你敢会慢慢啊，就接受阮的婚姻。嗯，出国？哎，还嘛袂歹呢，你人下啦，恁无伫，都无人通骂啊嘛，对无？鸡骨遐饭干那大粒，你若要甲出破，哎，慢慢就消去啊。 啊，等你去啦，小林这个等，我这下看看要。啊，正因为我世界无闲留伫咧遮，陪伴恁甲你友好。哎呦，讲安尼创啊啦，阮两个啊才少年，才有需要人照顾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恁要出国代志，你一定要好好讲，绝对袂使甲恁妈讲你是要娶家庭做伙去，啊若无，伊头可能放你出去。我知啦。 啊！怎么？哦，祖先，粪扫你今仔无摒扫吼。哦，啊，这只鸟鼠毋是为大门入来，是爬山入来。啊，今仔搁走去灶骹。嘉玲啊，你先回去，我去掠鸟鼠。掠鸟鼠？ 哎呦！喂，哎、欸，我毋是甲你讲哦，我掠迄鸟鼠啊，几落工哦掠袂着，今日哦总算掠着啊啦，迄鸟鼠足大只的啦，即嘛甲处理起来啦，嘿。 对啊，毋知鸟鼠会倒位哦，毋知伫倒位啦。啊，毋过，猛虎猪鼻啦，我嘛无想要杀生。啊，这鸟鼠哦，伫咧水果箍哦，我只好伫咧水果内底下毒，送伊投胎，希望后世人哦，伊莫阁做鸟鼠王了咧拍。对啦，我甲你讲，迄个药头家讲哦，即款鸟鼠药哦，足有效的，阁毒阁紧，咱鸟鼠食会冰毒，人食咯，生死嘛救袂转来哦。 好啦，我甲你讲啊，我即摆处理哦，迄鸟鼠的尸体，好，拜拜。哎，这死鸟鼠啊，紧甲你扫扫下，吼出去哦，若无走开，死一下你就臭咪毛，啊死鸟鼠啊！ 我问你，你到底系偌济鸟鼠药啊？来食鸟鼠是不是死？啊，鸟鼠药，哦，伊害人时阵，若无伤过，别人无想要死。莫啰嗦啊！你紧甲我讲，食着鸟鼠药，要怎救？放心啦，你的心哦，我拢懂哦，都过鸟鼠药啊，头你袂死。你莫想要讲一大堆废话，想要拖我看伊这时间。我即摆巴肚也夹袂开始疼。 哈，麻麻倒疼，你较拜托的，迄根本就无毒，心理作用好无？恶人无胆。主宰，你要去哪里？这个，莫过来！敢犯规哦！有听到无？这厕所拢地盘，你要伤害人哦，我会帮你锁。我若是不赶去洗胃，我赶快要死啊！你个碰过无毒，我有消息。我你即摆就暗号去洗胃，那么我就……啊！杜承恩。 丫头杀小虎，性命靠天好，丫头，我没带钱。呀！谁？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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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想报警。这不地少年，是贪心怕死，却这么简单伤害别人的性命，不好不忠，不义不仁的罪，我甲你担，赶快赔付替你担。你安尼做，是拖你爸母哦，去地下受天罚的。
我家己犯的罪，我家己担。我的求教，怎啊个菩萨变个鬼啊？当，当用嘴讲的哦。我跟你讲，人世间哦，有人的法律，你要面对司法，面对制裁。我会联络我表弟姐过来。我叫我爷爷看到我爸。我这有一张字条，就拜托你教阮爸。这内底有写，我所有是放伫倒位。我想要约好关静静，甲我的爸爸妈妈，尽最后一条好心。伊袂收啦，因为这钱哦，那什么天良啊，伊唔敢用。杜成，你若是想要好啊，友好你的爸母，你着伊咪内底好啊忏悔，莫阁予因为着你所做的代志，伫遐伤心流目屎。伊已经误会啊，伊已经袂堪这样一届阁一届精神的折磨。你是要创啥？莫阁逼我，那无我就死伫恁两个面头前，我就不相信恁见死不救嘛无罪。真正执迷不悟的你，哎，你要创啥啦？该输赢。杜承恩，那唔惊死就动手啦！我给你保证，伫你回老王进前哦，我给你拍个昏迷。等你气过来的时阵哦，家己面对家己的过错。好啊啦，你莫再家己刺激啊！警方伊伫咧外口啊，咱就交伊来处理啦。拜托一下，你的手受伤，你袂疼，我看拢就感觉足疼的。老爸开啦，你敢知影？爸爸若是看到你这张相片哦，一定欢喜甲，随手去放伫个皮包啊内底。而且哦，一定阁摕去四界展，等互厝边隔壁，等互公司每一个人看。不过你放心，妈妈予你双倍的爱，绝对袂你感觉孤单。黄小姐，黄小姐，一定有话要去甲你交代，请你过去一转。哦，好。Hello， 我就知有郭小萱在的所在，我直接等绝对等得到你。你搞什么创啥？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是我硬创的。就搁那你，三番两次跟我比较了，你真正当作我是狗哦？这不礼貌哩，所以。我今日特别来找你啊，想要教你一阵社会伦理，让你知影我做客是何客家大。你好紧啊，这什么珍贵的物件？我们得好好欣赏一下。哎，不准看！
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不准你看到小雪，那什么是你话？你讲我就要听你的呀！谢谢。你敢丢我？你丢我？你无死这个秘密啊，我绝对替你保守着。只要我无讲，若是有一天我无说，你家己滴滴死，你无人会知影。你最好是莫做歹啊！我无想要做歹啊！啊，不过大概哦，我走向成功的目标，迄路哦一定有真侪阻碍我的路障，我干那想要清除路障。你敢讲你啊？讲实在，咱无冤无仇呢。你想做偏偏偏跳出来破坏我计划啊？你若是做好代志，有啥会跳出来给做到啦？你应该了解我。我跟你同款，我是痴情的男子汉，我为着爱你嘛是拼死命。啊，今日咱有缘呐，你给我抓着，你唔着爱乖乖。乖乖听我的话，无听到我计划成功了，我心情一爽，我就给你棒棒转去。你计划到底啥？等你看你就知，绝对是一个 big surprise。我咧想要做啥？我不准你把小心看到落去。要紧啊？袂赴我啦！我这就毒杀人的计划哦。林水无，伊是主角，有伊才能完成呢。阿庆，你来这是要从啥？听讲今日在恁活动，我特别来到。我的活动已经够热闹，无差甲你一个，请你离开，莫来破坏我的活动。要紧呢，你很搞笑呢，你多一粒目睭看到我咧破坏恁的。我甲你的工作人员讲话哦，我问讲你的内容是啥，啥物时阵开始，我说要紧张啦。干嘛紧张？你特别出现拢无好代志，我都唔相信你是来捣乱的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来乱，还是来找麻烦，我绝对会报警的。哟，啊！恁大英饭店拢是安尼对待人客？这就是恁的待客之道，一开嘴就要威胁人客，安尼敢对？你别了准讲你安尼吵吵闹闹，我就罚你入去啊！我请问一下，今日这活动敢有限制，什么人袂当哩？无嘛，啊，既然无，你是凭什么无爱罚你？凭你破坏阮的名声，搁甲阮大嫂掠走！哎呦呦呦呦呦，欧桑！饭会当有要吃，话是袂当有要讲。你拄啊所讲的代志拢是犯法的，你若无证据，我是会来反头告你诬告。我无欢迎你啊，出去。好啊，哎，我出去会用的，叫恁这间饭店负责任给我出来，给我讲一个正当的理由。那无，我来甲记者爆料，我来甲相机会投诉，看恁这间饭店要安怎活了。好，我后日入去。不过我会叫保障给你订好着，你免想要乱。不要紧啊，我讲过，我这人真正是最爱斗老的命。从恁今日这活动的业界的代表，还有柯小学，应该拢会。别讲我无提醒你哦，内面拢是媒体记者朋友啦。卡说你若是伤害任何人，那大家拢是目击证人。我才看你要怎硬拗替家己脱罪。我问你问题都无回答，你放心啦，我甲你讲，我真正是到了，我才早来哦，只想要今日内底哦找一个较好的位。不过今日
恁的活动就要有够精彩呢，才会枉费我全家走一出。